今天有北北和我说，说他的那个 iPad 充不进去电，或者很慢，充电3小时，画画10分钟，咋回事？别慌，先检查你的线是不是原装的，或者是苹果 MFI 认证的。打开它的官网，直接在这儿查询就可以了。看 MFI 认证的线，我目前用的这两款，出于性价比的考虑，马拉松我就多买了几根，主要是扣。这种白色双 Type-C 口充派的跟手机，我一般会选择1.8米长的 L 型大桌子，怎么充都够长，而且线粗不容易断，不然就是这样了。然后黑色 USB 插头的，这个是放在楼下公用，因为它是编织线，这更耐造。然后你也可以自查一下你自己的线，一般被认证的线都会有8根针，正反两面，因为专利问题，要么它少一根，要么前面它涂白，所以赶紧看看你手中的线认证了吗，加粗了吗，是8根针不？要都是还充不进那你的 pad 赶紧找客服啊。回答完毕，欧了 nice。